跑到车子啊！你们要不要来救我啊？到，我先到。妈，这离车子有点距离啊！在路上啊！啊，你去，你去。我那个鞋啊，我应该是在哪里啊？你不要动就好啦，越动它喷越快啊！不要动啊！我没动啊，我没动啊！我要开卫星导航啊！操你妈！我那个鞋是用流的啊！听不到吗？应该是没办法。很难啊！你那么远， yeah. 白痴哦、喔！谢谢追随。好啦，我不想去嘞，好远哦、喔！刚好可以去捡他尸体、啊，捡我的遗物啦！白痴，操你妈！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屎啊？等下捡一捡，抓起来。有人在开枪啊！你身上肯定有屎啊，救不了你啊！快到了，可是你已经垮了。呀逼！谁叫你自己喜欢乱扭？你看就差这一点点。我没有扭好不好？我没动，我就在草丛好不好？我没动啊。在织啊，在草堆里面织啊，在织没织的爽啊！我没有织没啊，我在跟聊天室聊天啊。姐姐，你话不好好讲。聊天室的妹聊天吗？聊天室没有妹，聊天室都很凶、啊。聊天室妹很多了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妹，这多不满足。有吗？聊天室应该只有三四个女生吧？啊、的三四个还不多吗？还嫌人家奶小？对啊，还跟尖嘴炮说人家奶很小。不能要 AK 子弹啊！我没有。你要吗？我没有用，可是我有大概70发。我不用。对啊，你要56吗？我有。为什么他妈都炸机关了？怎样？好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我要一点点。我要吃兰州拉面，我要吃兰州拉面，大碗的，大碗的。啊，你要不要背镜？我有，我有。好可怜哦，你妈的，看吧。好啦，动主播在吃鸡，动主播刚被喷了，笑死。被喷干我屁事啊！刚被喷了，你怎么不笑啊？我的，你还被喷了。我学屋顶，就是我只有红点，我没有四倍什么的。我有两倍，我有四倍，只有两倍的。没事，你们拿。会分你啊？打一个巷弄战，这里有三级背心呢、欸。你拿，我已经有了。啊，那我去拿。掉了。哎、啊，你啊，干，你们都三级哦，那么狂啊！我来丢背心给你。啊，我先去拿背心哦。等等，有空可以放个歌吗？你要听什么？要两倍。没事，够了。二楼。啊。都没有人要进 P 一层了，太安静了。觉得很有人，很多人吧。然后。看这边尸体这么多、哦。大量的、啊。嗯。酷儿哎、欸，酷儿是小姐姐吗？酷儿安安。他妈的，问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说不定酷儿用变声器啊，怎么可能？你意思说酷儿是北哥哦？哦，酷儿不是北哥，北哥会 A 钱。可是北哥很有心哎、欸，他特地为了这个，然后还去那个哎、欸啊。北哥以前玩游戏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好有心哦。他都这样子靠上精英的，一毛钱都没花。还有世界冠军陪他打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黄色箱子的宝物。啊？黄色箱子宝物。是拿狙吗？我补枪。我坐门口这个、哦、是啥？
看起来很像什么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归起来了。SW 三上，然后田园一个 ，SE 一组，然后 SW 一组。大地他妈死的地方肯定都是在直美，卖一个大草原，什么小都没有。你这有这么开心？最难瞄最远，只打到一枪，我开了大概一个弹夹吧。我干嘛到你账号啊？聊天是有妹子啊，可是那些妹子都很凶哎、欸，是劝你们不要动那件。你一直就说那些妹子每个凶，不是他们很凶啊、欸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女生可不可以有点那个啊？刚 S W 那组跑到 S 啊，女生不是就是要奶才会有人喜欢吗？对啊，还有没有要什么要奶啊？他没有要喜欢他，就是要奶啊，才会有那种吸引力啊。不需要，不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喵果讲是台中人是不是？台中人是不是都很凶啊？因为台中人不是都比较正吗？台中为什么比较正啊？这种不凶，还只是说情之。哪有台中比较正这种道理啊？不是说最正的都在台中跟台南吗？最正的在台中跟台南。台南。你是当我们桃园没有人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跑过来了。哪里？草地上 S 二一零。啊，往一直往左边跑，大家别往后走。在稻草上。看到了。可能电圈收过来，他跑进来了。一枪。小乔跑过来了，看一下。哦，干你妈！你是飘下去还是被他打到？飘下去。干空投在一方向的三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有一组哦。在电车里面跑呗。在打。是。哎。他队友还在跑、哦，还在电圈里哦。哎，右边那个，我285那边那栋房子有一只进去。倒两个，还有一个，妈不知道在哪里。右边房子，我标一下好了。他右边房子那不是在电圈里吗？没有没有，外面那一栋红色，就是 P 城最下面有一栋红色别墅。跑进去，那个165的树在山坡上，165山上。哎、啊，我们要跑了，走吧。你就记165一组，然后，刚才还有一组少两个人呢。桃园哪是偏乡啊？桃园很发达哎、欸，哪里有问题啊？桃园很发达、啊，很多外劳是不是？就是发达才会有外劳来啊，想有工作机会啊。你们那些没有新竹也很多外劳啊。没有新竹就是外劳村啊，那不是发达、啊，新竹产外劳的、啊。我每次做我新竹也很发达，好不好？靠背啊。好，新竹很发达，很发达，好不好？面线、米粉蛮发达的。新竹跟桃园都很发达。到底干米粉屁事啊？好，新竹。欸、N1的房子有人。干了吗？我们要赶快跑去山上，不然会死。要不要抓啊？他是在红色的，是不是啊？感觉在红色那栋。干了吗？恩一打我、啊。叫恩一的，对面房子里放自己二楼。干，又是我妈的，为什么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为什么他妈要射我？不是你好不好？你看一下左上角，他们倒一个。你的队友都死光了，国栋。红色的。没有啦，我还没死哦。栋哥哥，
不要死啦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不要救他，不要救他，国栋，不要救他！不要打我，不要过，不要过来！不是国栋，你根本没扣血，怎么用你？赶快跑，东哥，电来啦，红色在红色那边。哎、欸，东哥倒啦！啊？哇！他在射我啊！没办法，多好你多好，帮我们报仇。是没错，我看一个人来。妈，你就给我在跑毒！啊，他放弃了。没有啊，他只想到队伍破坏者。他跟他后面的人对操啊，团队破坏者啊。不是、啊、那个在 红色房子里的人继续破坏啊？为什么不跑出来啊？好死！台北人听我们讲发达、啊。王阳明三下四九一百二那边有十二男，闭嘴好不好？一百二，刚有一个，不知道跑出来没？没有啊，刚刚这个人死了。啊，不不，还有一个在跑，你看你跑过来啊！漂亮，一枪都打不到，烂到有剩。干为啥？因为你没有瞄对。按迅的、啊，你要按迅的、啊。啊！他趴下来，他趴下来。他死了，他倒地了。他倒了，他有队友、哦。打了一个弹夹，才打了一枪。好吧，最好是半个弹夹而已哦。这没事，玩你的，不要理那个一早就被轰炸炸死的。他妈就你这个烂，干你的！他妈在草丛调戏妹子，他妈直接被炸到，超好笑。超级炮，是聊天室在喷你好不好？在转播是不是？在转啊！我会跑啊！可是我没得转，要去哪？不要啊！你直接进，还有十九个人呢、啊。那怎么跑山上？眼睛蒙着，赶快冲啊！不然怎么跑？哎、欸，左边！他妈的！来啊！比那……哦，来了！比那久啊！左边，左边，绕过去哦，又回来了，两个，来了，左边的来了，让我们整组人都被这间的灭，这房子里，没有，有一个不是啊。关你屁事啊！有一个是在四妹之一直接被炸死，那个直接在一个天罚，太好笑了。天上国人山人海，失掉所有方向，笑死了，不用拍片了。安然卡塔，有人是酷的在追啊，对啊，勇哦，他真的超级炮啊！我刚刚是关山 bug 吗？还是我前置量算太远了？好像是我前置量算太远，应该算近一点，慢慢点，应该才二倍啊，我看一下，底身体好像是打中了。我要点他前面，太前面。小白，小白，我哪有留？我哪有雷动主播啊？这个，你妈一次雷三个啊！他哪有雷动主播？他一次雷三个好不好？能不能刚刚是蹲在那个草里之妹，然后觉得很爽，然后就被天罚。我被。因为我刚刚一直打嘴炮，我说什么台女的话题就直接被天怒打到头，天把直接敲到你头、欸，而且是直接炸死那种，炸伤，直接被天怒轰到头，你整个头歪掉。你已经连续两天被天罚，对啊，好奇怪啊。这样不是很拽吗？哇塞，你们一群人都不上班，这台湾经济真的是向下沉沦呢。哪会啊？就是雨大成这样，上个鸡巴班啊，要去花、嗯、要去那个是泛舟是不是啊？夜空中最亮的夜空，卖个雨伞，卖个雨衣，不就发财了吗？有道理。今天卖气垫船应该不错赚，有钱可以进气垫船啊！啊，